好多人都被逼转行，但系天无绝人之路嘅。香港人最叻执生，马死即刻落地行。出街食嘢贵，就自己带饭食。生意难做，咪谂多啲计咯。安顺兄弟明白，个世界同以前唔同咗，但我哋一定撑得住。无论点变，都会继续撑住你，撑住香港人。安顺兄弟明撑你。中局借钱梗要还，咪俾钱中介。